想要完全复原吼，唔知五十年、一百年，唔知会好未吼？足怀念的，尤其迄崖口、迄向阳遐，哦，风景有够水的啦。那我就想讲，过来去看卖啊，回忆一下。这是你们的光影，十三年堵住啊，就八个水灾到现在十三年了嘛。所以我相信游客一定很多。现在石头在做的过程都会一直落吼，啊，时间凌乱，其实都很辛苦的，尤其这种做奔波的这蜘蛛人，吼，伊那几个吊的，迄重量拢是排伫家己的身躯。会当好有一个安全，倒转去厝的都无安尼，这是阮唔忙的。五月二七暗时九点，台湾技术铺南怀通车记。